京京的家住在村子里，快递无法送达，只能放在镇上的存放点，需要走很远的一段路才能拿到。今天京京终于给我发来视频，我们一起看看。这是那个陕西避暑之道哥哥给京京邮的那个真丝围脖，谢谢你哥哥的爱心，避暑之道特别正能量哈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京京，记者，你可以。